野里玉玺将军，兀卒。自三川口一战，你音信皆无。我们还以为你，都以为我死了，是不是？ 看到我又出现在各位的面前，觉得很遗憾，是吗？我野利玉起应当按照你们的想象，真的阵亡才好，对吗？放肆！你在跟谁讲话？野利玉起将军，你失踪多日，两军大战在即，你又是被大宋遣送而归，难道国军就没有权利问上一问吗？啊？ 像你这样的高级将领，大宋会完璧归赵，毫发无伤。哼，这不是让人太生疑了吗？你希望我丢掉鼻子，失去耳朵，盼着我被挖去双眼，是吗？野利将军，不是说有一封信吗？哦，兀卒，范仲淹先生让我给你带的信。 范仲淹，哦，兀卒，三川口一战，我受伤被俘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我落到前来接任的兖州经略使范仲淹之手。他是我见到的最为仁慈、最为通达的大宋官吏。范仲淹为我找来了军中最好的郎中，他亲自为我，野利玉起，范仲淹对你如此之殷勤。 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吧？因为他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仁人君子。范仲淹乃龙图阁大学士，此人才华横溢，出口成章啊。这是他给兀卒的。也，仲淹范某，锦修成邑，奉书与西夏大王。先大王归向朝廷，心如金石。 吾皇命为同姓，代以骨肉之亲，封为夏王。恩姓隆重，始终如一。在元之下，遇三十年有耕无战，何数云何？甲胄成伟，养生葬死，各中天华，是藩汉之名为尧舜之俗，此吾皇之治化，亦先大王之功也。然近两年将士分歧。 耕者废禾，织者废柱，边界萧然，战守之人，日夜柴胡，竟为吞噬。死伤相枕，哭泣相闻，仁者谓之流涕，志士谓之扼腕。某与大王虽有高会，然同是朝廷，与天子同父母也，岂有孝于父母而遇害于兄弟哉？ 大王世居稀土，衣冠与盐皆从本国之俗，何独名号与中朝天子似？我中朝天子又岂能容尔九贱帝号？况我天朝乃泱泱大国，满朝皆龙虎，雄狮逾百万，怎能容大王雪我生灵，兴我大地，灭我礼乐？够了！这一年身居宋地。 想必大宋的饭食不错吧，兀卒，你忘了你自己是党争人。兀卒，我野利玉起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苟且之辈。兀卒若是认为我活得太长久了，已经妨碍你了，你就斩杀了我吧。兀卒不必找寻什么借口。 那缘由你心里清楚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，我心里比你清楚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，我说什么？你。
公元1041年，元昊亲率大军10万，再度发动了向宋朝的大举进攻，爆发了著名的濠水川之战。你是谁？大王，大王回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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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离家族的心一向都是温和的，可你却血气冲天。人们从巫族的眼中看到了杀机。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吗？啊，你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我预感叶离家族的厄运快到了。独兰皇后，你不该将墨藏黑云送进了青铜寺，你大错特错了。正因为我比谁都清楚，我才让黑云出家为尼，他应当为我哥哥保持贞洁。贞洁？贞洁是在寺院里能保持得住的吗？我看都是为了你那颗永远妒忌的心。我是皇后，我不能无视巫族，肆意妄为而无动于衷。你想与巫族作对，那你这皇后也就快当到头了。我们叶离家族的族徽是狼，是狼。你什么意思？狼可以装成狗，也可以装得很像。可那毕竟是一只狼啊！玉姬啊，为了我们叶离家族，我们还得装作狗啊！不，我叶离玉玺多少年来是巫族脚下的一条狗，不是也迎来狗的末日吗？他与黑云多少年了，我心里最清楚。这里是我的天都山，我的天都寨，到处都是我的眼睛，我像狗那样匍匐在巫族的脚下，我永远闭着双眼。我的妻子躺在他的怀里多少年了，躺在他的怀里，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比我更像一条狗的人了。可我是个男人，我是叶离家族的一条狼。可你要一旦成了狼，那末日就到了。横竖都是末日，就让我当一回狼吧。玉琪啊，听叔叔的啊，你要忍耐再忍耐。不，我是一忍再忍。不，儿媳，我一时忍无可忍了。你不就是为了一个女人吗？为了女人？难道我单单是为了一个女人吗？在三川口替于火的战场上，为了把宋军引出峡谷，我冲锋陷阵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射中我的利剑
来自身后啊，来自我们的阵地上，剑上还有大夏的文字。王啊，你是说有人暗算？你们看我背上的剑伤啊，玉琪啊，那剑呢？在那儿。韩大人，探马前出30里，寻不到夏军大队踪影，再探。是。啊，看，将军，据悉元昊集兵怀远城，谋我魏州。照此看来，元昊的主力是在怀远，似乎是怀远城，也有可能是龙肝城。你看这里头，看来元昊进军的矛头是我魏州城，寻找主力，寻找元昊的主力啊！探马再探。是。报，宋军50000已达镇荣军城，正朝六盘山进发。哦，来看看，葫芦河、高平。镇荣军、六盘山，还有这儿，陇甘城。这一彪人马主帅何人？韩字帅旗，任字帅旗，桑字帅旗。韩旗是主帅，任福与桑仪是他的得力先锋。延州有何动静啊？范仲淹兵马未动，延州四门紧闭。吴祖，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的主力。吴祖，这一路全是山，我齐军无法冲击，无用武之地啊。吴祖啊，咱们可全靠铁甲铁骑正面冲阵取胜啊。其实战事一目了然，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主力，我们在寻找他们的主力，干什么都想决战。然而选择什么样的地点，谁有主动权，谁就是胜利者。宋兵此次主力多为步军，山地作战他们为优势，我们马队无法冲击。如果能将其主力诱进平川旷野，我们的马队冲击他的步军，这样我们西夏膘肥肉满的战马才能有。对，决战战场应该在这儿。好水川。你看，就在这里。韩大人，任福将军，范大人有信函在此。元昊用兵一向诡秘无常，范大人让我们小心从事是很有道理的。范大人也太谨慎了，他的道理讲得没错，可不找敌人的主力，我们和谁决战呢？报，大人，前面发现敌军。何人为主帅？帅旗上写着伟明。啊，原来是小将伟明浪羽，追杀。是。圣上，边关送来800里急报。啊，呈上来，快呈上来。这样的进攻路线非耽误了朕的大事，这岂不要全军覆没吗？进攻路线不对，进攻路线不对，这六盘山应当进攻龙肝城。龙肝城，陛下。来人。在。传令之前，传宰相，传兵部尚书，快！是。快点扔吧，快跑！
停止追杀！停止追杀！安大将军，敌人现在丢盔卸甲，我们正好乘胜追击。是啊。哎，这里地形险要，正像一个口袋呀。你是说这里会有伏兵？嗯，文军，走走走啊！撤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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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敌深入，又敌深入，他韩琦就是不上钩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位韩琦毕竟不同于刘平、石元孙呐，郝水川也不是三川口。我十万大军在郝水川埋伏多日，郝水川若想吃掉韩琦这五万人马，最佳的地点就是郝水川。可他硬是不上钩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诱他不来，他反倒会诱我。什么意思啊？吴祖，你来看，夏怂屯兵于庆州，而范仲淹在延州。你是说韩琦这五万人马是在诱惑我，而我控制十万精兵于郝水川，而范仲淹与夏怂则分兵两路，兵逼我天都山，一路之上畅通无阻的跃马前进到哪儿了？夏州西平府。将军，行行行行，三日内便兵逼我大夏都城兴庆府。你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？如果我是陕西经略使，我定会取此进军路线。可惜你是大夏的国相，如果范仲淹取此进军路线，用不着半个月，我大夏国就不存在了。嗯，夏大人。嗯，夏大人，你意如何呀？嗯，你看，这就是西夏的兴庆府。嗯，这可是绝妙的一招啊！你我各率大军五万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三日之后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咱们这十万人马直到西夏老巢。嗯，一举攻下兴庆府，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这边壁之患。此一举直捣龙门，元昊他父王在即。来，范大人，干！从此皇帝陛下可以高枕无忧，食之甘味喽！哈哈哈哈哈夏大人，嗯，你看，这的景色多好啊！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丈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好词啊，好词啊！报，夏大人。范大人，西夏军队来攻城了。哦，这么快？我们进军兴庆府的设想是多么美妙啊！
杜兰。任荣叔叔，这是我要的东西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到战场上去，我要去慰问战士，我要陪在雾族身边。什么？我才是皇后，我才是野莉皇后。大人，韩大人，青楼被围，夏军正在攻城。庆州被围，夏大人令我回军救援，以解庆州之围呀。韩大人不能去啊，我们是在寻找夏军的主力，与之决战啊。主力就在庆州，在庆州城下。这是元昊的诱我之计。元昊的主力可在庆州城下？攻城主帅是莫藏各旁。请回去禀告夏大人、万大人，那里有坚固的城池，可以再固守几日，待我找到元昊剿灭之后再回去也不迟啊。是，传令三军按原路前进。是。攻城，攻城，攻下他青州城。我就不相信那韩琦人不回军，他就是不钻好水川这个口袋。若想诱他进好水川，看来必须要有诱人的香饵才行啊。嗯，哎，你看那边，哎，这不你可真好，真好，真不错。哎，大家都这样呀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看啊，什么呀？那是啊，你看呀，真好，你看啊。你到那边去吧。只好亲自上阵了。雾族，雾族，雾族，雾族亲王诱敌，臣不敢让雾族前往啊。那怎么办？咱们只好错失良机了。雾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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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琦的大队人马正沿好水川向川中狂奔而来呀！这怎么回事？讲。韩琦人夫桑邑的五万人马，好像在追杀一支什么队伍，沿好水川杀声一片，马蹄泛起的黄尘遮天蔽日啊！追杀。追杀谁？看不真切，只能听到喊杀声。在什么地点？出龙肝城已有百里。哦，快接近我包围圈了。好啊，那是我们的口袋呀。对对，对，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对，雾族，雾族，雾族，被追杀的是野莉都兰皇后啊，是皇后，对，是皇后啊。什么？皇后，他到好水川干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快救皇后吧！快去吧，快救皇后！快，快走啊！上马！快走！去救皇后！快走啊！走！快！快呀！哈哈！
受惊了吧，我的小姑子。李云，如今我是莫藏尼，青铜寺的莫藏尼。谢谢你救了我，嫂嫂，还记得我是你嫂嫂？哼，这可真不容易呀、啊，我的皇后陛下。救你的是青铜寺里的陀陀僧，这些陀陀僧也救过我的命。他们从你派去的那批刺客的刀剑之下救了我。看到了，你想把我怎么样？你说呢？你想报仇？你想杀死我？若想要你死，刚才你就没命了，我又何必让人救你呢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此乃佛门之教化。你不记仇？记仇，我记着呢。你的大队兵马还在后头呢，走，撤！好，我救你是为了雾族，也为了我自己。你就这么轻易的死了，我岂不就失去了复仇的对象？你真狠毒啊，黑云！那是你逼的，我明白的告诉你，我此次来这里找雾族，就是为了在他征战的时候留在他身边，我的皇后。可我哥哥夜里玉琪他还活着，那你为什么要送我进青铜寺？请回去告诉你哥哥，我从前的夫婿，而今我已经削发为尼，我自由了。你妄想！你活着是野离家的人，你死了是野离家的鬼。况且在雾族身边还有我野离都兰皇后，那就走着瞧吧。哼，是我的皇后把五万宋军引进了好水川啊！啊，五万宋军啊，全部五万呐！啊，这是五万啊，五万宋军呐！不少不少，来坐坐坐。啊，耶律都兰皇后可是给我们立了头功啊！啊，当然了，立了大功。可是我带来慰问将士们的牛肉、鲜马奶酒全都丢光了。可是你却给我们带来了五万宋兵啊！啊，对，五万宋兵。皇后给我们带来胜利，带来了吉祥啊！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。雾族。阿弥陀佛。嗯，这不是青铜寺的高僧吗？雾族，青铜大师已经圆寂了。阿弥陀佛。啊，青铜大师临终前决定了青铜寺的新主持，莫藏大师。黑云，莫藏大师。阿弥陀佛。
莫藏大师，莫藏大师，尊为世祖，始闻本武，经法建立，仁孝皇帝，愿我佛祖赏佑大夏国，国君武备长盛。阿弥陀佛。咱们走。雾族怎么还没来？雾族可能在大帐与将军们议事呢。你去看看，让雾族早点回来歇息。是。啊，来。青铜大师，为什么决定由你来当主持？我问过青铜大师，大师说这是前定。前定？也许是命里注定的。如今你主持佛门，我主持佛门。雾族是大夏子民的皇帝，我是佛祖在党项的使臣。咱们两人谁的权力大？你掌管大夏国的生杀之大权，可是你也得敬佛，求佛祖的保佑。我怎么总是你的大孩子啊？哎，皇后，雾族说不来了。雾总，雾总。韩琦的五万人马全部进入好水川了。是雾族，决战就在今日。传令三军，准备决战。没有声音，是不是元昊设的圈套啊？对，赶紧撤吧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快去看看。是。哎，这干什么？来，哎！公元1041年2月24日，宋军50000与郝水川陷入元昊100000伏兵的包围之中，史称
好水川之战。边关陕西战报，快快快读给朕听。靖州城被围半月有余，夏总范仲淹请求援军。那韩琦人俘呢？韩琦人俘的五万人马在好水川，怎么了？全军覆没。这怎么是好？全军覆没，五万人马呀。起来起来，我的子民们，我们在好水川打着大胜仗，你们应当高兴才是啊。是高兴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去年一年没下雨了，这都没粮食吃，人快饿死了。是啊，粮食吃都快饿死了。一百了。莫藏将军在。军中还有多少担粮食？还有2万担。拨出1万担给受灾的百姓们吧。遵旨。哎呀，谢了。赵国相，臣在。免去灾区的百姓们今明两年的赋税和徭役。遵旨。吴总，有一老者求见。哦，在哪儿？在那边的土地庙。我要见五祖啊！五祖，见五祖。范仲淹。